兄弟们，岛主又准备出发了。现在不是这个天气也凉快了吗？不像前几天那么热了，确实待不住了啊。那猫了一夏天了，该出去玩玩了。这几天收了这么多快递啊，大概十几二十个吧。我一会儿把它拆一下，大家看看这些快递就知道我要去干啥了。好，我们先开第一个。没有袖子还撸不起来，还撸起袖子大干呢。这是闭关修炼了，闭关修炼了一夏天了，凉快了再不出来说不过去了，是不是？这啥送的吗？这是？哦，钓路亚用的，看到没？这个应该是一些假饵嘛，给了这么多假饵。这个装这个鱼钩的盒子，哇，这钩太大，买大了呀！我的天哪，完了，这大钩钓啥去了？钩怎么那么大个呢？这你钓鲨鱼啊？你要把我钓起来，你得穿一辈子。继续。所以看着我这个快递，第一个大家知道要去干啥了吧？没错，要去钓鱼。因为岛主不会钓鱼，但是也不能空军呢，总得够吃嘛，是不是？四季饵，万一那个路亚钓不着，咱们啊手竿也行，也可以钓钓。之前不是有那个一皮卡的渔具吗？去年呢，给老爸留在山东了。吉利草编鱼，啥鱼都行。继续买的鱼线，鱼线好像是买粗了，粗点粗点的，说有500米，这怎么看也不像有500米啊，这么小，是不是？说是500米，不知道真的假的。这次出去组团出去，把这个车开去，那个房车也开去。我们好久没见过萌萌了吗？到时候萌萌也来。这啥？面筋耳。还送个药酒，中药酒是干啥的？这玩意儿我爹会用啊，咱们不会用。那天睡不着觉，闭眼睛买的，不知道买了啥东西，稀里糊涂一大堆。因为我这钓鱼的东西基本上都没有。这个是那个翻板钩，这个我会用，这个跟我爹学会了。这玩意儿简单，就钓鱼啊，手竿不行，手竿你搁那停一会儿啊，一会儿不上鱼就不舒服了，就没意思了，知道吧？但是用这个我擅长啊，翻板钩。上上那方块钓，啪往上一撇，挂个铃铛不管了，铃铛一响了你去提，哎，该喝茶喝茶，该聊天聊天，啊，这个也到了，这个是我那个串串钩的，我钓这个也可以啊，就是七星钩，哎，前面那个挂个小框，啊，然后把这个绳放进去，然后七星钩啊，七个钩在上面，撇下去拉回来，有鱼的话一抢就钓上了，这个还可以，看到没？就是这种七星钩，翻板钩钓大鱼，七星钩钓小，这一看就不是职业钓鱼人，但是对我这种钓鱼没耐心的只能是这种玩法了。感觉好像买多了，你说买了这老多，如果一条鱼要钓不上来，到时候会不会很尴尬？玉米颗粒也是钓鱼的，一般我那翻板钩上不是放那个方块料吗？有时候发现不好用，放完方块料我再挂两个玉米，再挂两个那个蚯蚓啊，给他吃个自助餐，叫乱拳打死老师傅。其实这种方法看着不专业，实则也确实不专业。你说了，但又好像没说。但是多多少少的不会空军，你知道吗？哎呦我去，还有这么多呢！我头一次拆快递拆冒号了，拆快递也是个辛苦活啊，兄弟们。这又是啥呀？金星杯啊，这是干啥的呀？这也一堆，咋买的？当时一杯一杯的，这玩意儿也应该是祸水的，祸水加小料拉丝儿的，估计是。现在这设备是不是应该买一堆鱼吃没问题了吧？所以说，钓鱼这东西咱们还不是职业的，还是业余的。哎，业余的成本也挺高啊。这是啥东西啊？啊，这个没用过。这玩意儿我看性价比挺高的。哎呦，对于我这不会钓鱼的，我感觉挺好。带铃铛的，然后有20米轮胎线，往那个水边上一插，哎，把它那个上那个玉米啊什么的、蚯蚓呢，给它扔水里就不管了，啊，然后呢，一上鱼了就当当当，这个简单，还挺便宜的，几块钱一个啊，我买了这么多，一个、八个、九个、十个，你看，这十个，我沿着水边一插，然后就去睡觉，第二天早上，不得有个一条半条的啊，早饭应该够了吧。没用过这东西，我感觉这东西挺省事儿，而且不占地方，放车里，啊，随便就可以甩两下。大个的，小个的弄完了。兄弟们，帮我看看什么没买吧，因为我这啥都没有。原来买的都很全，整个一个皮卡车全是我老爸的渔具。现在啥都没有，
哇，从零开始，一，啊，这是那个叫啥来着？超网，这玩意儿还得组装。我去，它买大了吧？啊，这叫多大的鱼买这么大超网？对尺寸没概念，兄弟们，好像买大了，这太大了，这个。这是个啥呢？海军号，烫烫烫，开了吧，这啥都得开呀。这应该是路亚竿，这是路亚鱼钩。这个我认识，啊，这么小，这么短，这是啥鱼竿啊？妈，开玩笑吗？这怎么买个这么点儿呢？这么短，真的这么短？这什么？哦，这个是上摇把的，就这么长，有没有？这有没有一米八呀？啊，说一米八哪有啊？啊，差不多一米八，这个再拧拧的可能就一米八了，是吧？哇，这杆真轻啊，这大鱼钓不了。那这个不用猜，我都知道是啥了。这应该是那个叫啥了？哎，轮嘛，是吧？用的线。哎，这怎么给这么多摇把呢？路亚的啊，路亚的这个是，这是两个的是吧？这不知道为啥用两个的，咱也整不知道，一个就行呗。哎，我把它放在右边了。一般我看这个摇柄都在这个左边，但我喜欢右手。哎，鱼竿是挺轻，但这个鱼轮挺沉，据说能钓起4斤的鱼来。但是咱们这个就钓小鱼玩。哎呀，这个我都猜出是啥了。还有一个鱼护没到，全是鱼竿。这个好像两个两米一的，两个两米七的。这个就是钓那翻板钩的，扔进去就不管了。这好像一套鱼竿加这个一个轮啊，才几十块钱，四个竿还送线，你看性价比多高。这好像送的鱼包，鱼包我都没买，他好像买鱼竿就送。送的我估计质量，哦，还行，挺好看的，可以，我能装上我这四个竿吗？勉强吧，啊，看看我这些东西，鱼食啥都有了，是吧？这边还有这配件、饵料、鱼竿，好，哦，还差鱼护了。呀，不对呀，我那啥也没到啊，方块料没到哎。那剩下的今天能到，因为我还买了好几包那个方块料，没那个玩意儿不会钓鱼，那个玩意儿多多少少还是我感觉有点用的。好了，兄弟们，今天开箱完毕。然后再等得收点快递，还得买点大桶水，然后一些鸡养，准备一下我们就出发了啊！关注岛主后面的视频啊，看看这次能不能钓到大鱼。关注我，了解更多房车生活。